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磊哥。王者荣耀孙策啊，已经上线体验过了，然后运气也不错，第一次打排位，然后就拿到了这个孙策。然后这边刚好是第一次打的时候，然后对面的那个墨子也是有个 bug 啊，然后呢打着打着，然后墨子就会把我们弹飞了。这个怎么说？就这一瞬间被墨子弹到另外一个草丛去了。我们只想说这个孙策吧，一开始感觉真的就是不是太习惯而用啊，就是他的二技能虽然说是有三段，但是你要一直按一直按，不像那个凯是按一次就可以砍三下了，他就是你要自己去按三下，等于手动挡啊，凯是等于自动挡，就这么点。然后一技能那个啊，一技能那个有喷人的效果，它那延迟时间怎么说有好有坏啊。大招更是有点不好控制了，大招就是沉船啊，乘风破浪的那一瞬间，有的时候就是距离太远太快了，后面控制不了啊，很容易撞墙。但也是挺好用的，就是资源非常快啊，他那个大招资源能力非常快 ，CD 比较短，相当于有哪吒的那种，就是相当于哪吒的减配版啊。哪吒他大招是直接飞过去的，但是而且不怕被墙撞，但他这个只要一撞到墙就废了。所以说各有千秋啊，各有好处啊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我的三三啊，精彩三三。那我本期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。